天色染风渐寒，要归朝日不谁在外面？先生，这些就是史兰克的学生。伍子哥，放开我的学生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别动我学生！先生，他们是我请来的。叔叔，我同意您说的，他们确实不适合加入王国战队。这件事情上是我犯错了。殿下也不能算错。总之，阅历不够，还得多学学。是。独孤先生，就请放过他们吧。我不是来帮你的。我找的是唐三。独孤先生，您认识唐三？今天我把他抓走，其他的事我不过问。独孤先生，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，您这样带走，天斗王国的声誉何存？天斗皇室还怎么取信天下？您应该为王国想想。好吧，今天看在太子的面子上，我换个时间再来拿人。你逃不掉的。